弟兄姊妹早上好。今天是我们温 camping 聆听神的话语直播的第二天谢谢大家在早上的八点在网上我们又一次的见面我们就用安静的心来聆听今天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
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迪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啊，两章的经文呢，就到这里结束。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啊马太牧场的啊崔牧师，崔牧师来给我们啊分享一点他今天领受这两章经文的他个人的一些啊感动点。那我想我们随着我们阅读、聆听圣经的每一天的增长，那我们可能以后会慢慢的调整，就是我们这里是以聆听圣经为主，所以每个人都有你们不同的领受牧师只是代表他今天对这两章经节的理解，那么你们等一下可以按着你自己的领受来做一点分享，我们会开放时间给大家来分享你今天对这两章经节的其中一句或几句的自己的感动，因为经文实在是太多，有很丰富的内容，我想简短的时间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都分享出来。那我们聆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自己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的领受是会不一样的那么
这故事等一下分享完了以后，我们就会给一点时间给大家啊，那请大家也做好准备，我们尽量的节省时间，有感动的啊就可以来分享。好，现在有请崔牧师。崔牧师打开麦克风。好，稍等啊，我给你。好，请打开。大家听到了哈？听到。听到哈？啊，早上好哈。哎呀，这样哈、啊，就请大家一起来预备，通过读经和灵修有所的得着。那今天我在当中要给一个题目，就是耶稣人性的考验。那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的时候，就有神自己来在当中来见证耶稣，就是神的爱子，神所喜悦的。所以这个证明过后呢，耶稣这个时候就预备出来侍奉了。那这个侍奉之前呢，他先要面对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呢，不是说是魔鬼逼耶稣逼到无路可逃，那耶稣只好的无奈来面对这样的试探。如果注意到圣经，我们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也就是说在当中神是一个主导权，神圣灵要把耶稣带到旷野，让他在当中有这样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是自愿性的来面对考验，不是撒旦有这个权利。所以这样的一个考验可以说是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的第一步，先有那个条件跟资格。所以在当中这个题目里面是一个考验，然后在当中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有三个考题。那第一个考题呢，就是有关食物的考题。耶稣基督他禁食40天了，那当然是肚子饿了，所以肚子饿的人呢，第一件事、啊、禁食一过后、啊、立刻就想找东西吃。那找到食物吃呢，可能一般的人呢，有些人比较斯文，有些人可能是狼吞虎咽的立刻就吃了。所以耶稣是在最身体最疲乏无力软弱的时候呢，就面对魔鬼撒旦针对人性的一个软弱来去试探他，来去攻击他。如果可以，那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吃吧。那按正常的人性来说，当然哈、哦、我能够有特权将石头变成食物，而且禁食40天，这么哎呀就是等了40天立刻了、可能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来吃了。但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所以在当中呢，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出来的一句话。这个意思是耶稣没有去否定人需要食物，他只是说不是单单靠食物。人要活下去，要能动，当然需要营养。但是你需要这个食物的当儿，你需要有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呢，我不是因为肚子饿，那我就不择手段做一些不合乎上帝旨意的事来达到这个食物的供应。所以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考题，有关人实实在在食物的问题，耶稣在当中胜过了，就是人不是单单靠食物。
那我们要拥有食物，我们还是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之下，而不是对错都不管，不择手段。第二个呢，那就是品德的考题了。这个品德的考题是什么呢？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殿顶，殿顶这个地方呢，是什么地方？那殿顶是圣殿的殿顶。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因为呢，如果你跳下去的时候，上帝就会吩咐使者，然后拖着耶稣，保护着他，然后甚至连你的脚也不给你碰着这个石头。耶稣的回应是，你不可试探你的主。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没有关系啊，我叫你跳下去，然后你就叫我说不要试探主，好像是没有关系。其实他的关系就是来到圣殿。为什么是圣殿？其实呢，圣殿是属于上帝的地方，是上帝宝座的地方。所以上帝的地方，上帝的爱子如果在这边跳下去的时候，然后真的万一跌死了，真的万一跌死的话，那上帝真的是很没有面子，因为你在我的地方呢，你又是我的爱子呢，你这样跳下去你没有得到保护，上帝哪里还有面子呢？所以这个圣殿的殿顶有一定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来的。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他的试探就是对着主耶稣，要表明是如果上帝把你当成是爱子，宠爱着你，如果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吩咐使者的话，那你跳下去连你的脚都不给你碰着石头啊，所以一定会拖着你。所以在这个时候是一种激将法，激将着耶稣基督。从人性来说，人常常被人激将的反应是什么？骄傲的人性立刻是什么？生气啦，不满啦，反抗啦，然后呢就表现出来给他看。所以耶稣的反应是不可试探你的神，不可试探你的主。这对我们人性来说是品德里面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品德根基虽然有各式各样的行事为人啊，修养品德等等，但是根本的问题，出了问题是在于什么？出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人性骄傲。我们蛮常常都是喜欢去比的比人家强啊，比人好了，比的我可爱啦，比的我比较受宠啦，比的我更了不起。这是我们的品德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第三呢，那就是有关荣华的考题了。把它带到最高的山，最高的山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得远，看得广，看得多，结果也确实这样。所以把它带上去的时候就对着耶稣说，万国你都看得到了，然后这个万国的荣华富贵你也看得到了所以最高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结果看到了就说了，那这一切你看到的，那你要拥有吗？你就向我下拜。这样的一个要求，下拜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假如速度快的话不到一分钟，然后双脚一软跪了下去，然后向你下拜就拥有全世界的这些荣华富贵，拥有这些国家的这个领导权力说实在的是非常简单的。而这样的一个的回应呢，对主耶稣说，你当拜你的神，侍奉他，
不是向你魔鬼下拜、哦、乃是要拜你的神，要侍奉他。这对我们人来说呢，我们人活着，说实在的，什么给你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在某一方面，除了、人要活下去要吃东西，对不对、那个是实在。那是另外一个呢，那就是面子的问题了、活下去什么都是为面子，觉得要比人家好，比人家强，一个面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拥有成功，这个成功的背后常常是什么，就是荣华富贵的一切。现在魔鬼来试探了，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人的软弱，很多人、很容易是被人家贿赂啦，很多人是被人家用钱、买他啦、这些都是跟什么，跟荣华富贵很有关联。所以这样的一个试探呢，说实在的，我不知道真的是魔鬼撒旦来试探你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稳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很多人都是为这荣华富贵的事而双脚一软，就向着魔鬼俯伏，然后、就离开主，或者犯罪得罪主。所以这一个考题给耶稣，耶稣没有走简单捷径的路，耶稣说要拜他的神，要侍奉主。所以今天三方面，一个考验，三个考题，一个是食物的，那是我们人性里面要活，我们都是说我做工就是为要活下去。第二，其次就是面子，人常常为着面子而活。第三，那就是我们为着成功，要拥有很多荣华富贵各方面的享受。这三方面耶稣基督都得到满分、那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榜样。所以希望我们也可以去问问我们自己，这三个考题每一题你能够拿到多少分，这是我们自己的反省。所以现在时间就交给大家，你按着今天四章跟五章，我只不过是给大家热身、从我的角度有所的感动领受，那你们也应该会从不同的经文、有所的感动和领受，或者也会从我的分享里面得到一些的这个启示启发、有所领受。所以欢迎大家、能够在、两三分钟分享从今天的经文的一些的领受，来在主里面彼此的勉励。那时间交给大家了。好，谢谢牧师的、带领。那么我现在就把大家、解除你们的静音，你就可以、来打开麦克风，就可以来分享简短的对今天经文的领受、你可以来分享你的话语。还有请大家，苏珊是不是你有举手是要分享是吗？苏珊，可以打开。我是苏珊。现在是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的模式、你要分享的话你就可以打开来。希望每一天的经文、都会给大家带来一点亮光，因为相信神的话语会对每个人说不一样的话，你的领受也会不一样。有谁要分享的，我们、抓紧时间。或者你有一些、代祷的事项也可以来分享。
如果你要分享的话，在你的手机的左下角有个麦克风，按一下，去掉红色的斜杠就可以了。或许今天我们是在线聆听圣经的第二天，大家还不太习惯，不过我想没关系，如果你没有跟大家分享的话，相信你自己有对神话语的领受，我们就请牧师给我们做一个今天聆听神话语的结束祷告。Faith 要 Faith 呀、yeah. 就我的感动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五节，那个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感动是很多时候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有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不要太张扬，就是静静的做你的，过着你的日子就好了。但是这一章让我觉得，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的意愿呢，其实是这样的，是让我们的别人能够看见我们良好的行为。那我们英文那边是写 good works 嘛，那我在想了，就是到底什么是 good works 呢？到底自己在个人的每天的生活上能够在哪一方面能够荣耀神呢？这个不过至少我带走今天就是强调的，就是我们这神的灯嘛，就是呀这方这样子吧，不要放在床底下，这很重要。好，谢谢。或许大家在还不是太习惯的当儿，你也不用去想象说，哎，你需要来分享一个三分钟这么长的五百个字，哎，不需要啦。或许你真的就是在当中有几个就是一些感谢主，我今天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到我得到帮助，哦，感谢主也可以，或者是赞美主也可以。你不一定需要说我今天一定要分享一段东西从头到尾讲得非常美不是啊，因为我们重点是读经然后当然我们读经我们有一些的感动从你的心中，你就是在主里，我们就是一起的勉励，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在主里的团契，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这个节目是国际性的嘛，你的 feel 是很不一样的，不是像你自己读经这样不是，你领受了，你可以跟人家分享，所以你可以简单的感谢主今天给我反省我要做光做盐就是这样，可能都不到十个字，对不对？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哎，这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提醒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在主里，圣经所教导是主里彼此勉励还有人有这个意愿吗？哎，大家好，听得见吗？ Yeah, Andrew， 听见。牧师好。那个我有一个感动，就是刚刚谈到就是 Satan 就是撒旦给我们的这个给耶稣的这个第三个这个考验，其实现在我们活在这世上也是在末日了，那现在其实所有人面对的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一个的这个 temptation， 就这个诱惑。你想想看，我们现在就是周围所有的人啊各方面每个人都是整天是想
要赚更多钱。那我有一个刚好有马太福音16章26节呢，写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直接反驳这撒旦所给的这个第三个诱惑，所以我们在这个末日期间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很多时候这个撒旦给我们的诱惑是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有，尤其是这第三项，因为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可能周围的朋友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像圣经里所说的，要跟从耶稣这条路是非常窄非常困难，大部分的人都是走在这个宽的路上面，所以我们要就是各位这个弟兄姐妹都要特别注意这个第三个诱惑。好，谢谢。好，谢谢分享。那因为我们时间上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分享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我们就请牧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么我们就会结束今天的聆听圣经的这个直播节目，有请牧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你，我们进入这个聆听圣经神你的话语的第二天，一切都非常的顺畅，弟兄姐妹们也按时的来参与，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谢，我们谢谢主你通过你的话语来指点着我们，也在当中感动弟兄姐妹有所的领受和分享，也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鼓励，给我们一些的提醒，我们祈求恩主，今天我们将你的话读在心中的时候，当我们离去的时候，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去反复思想，让你的话继续在我们这一整天里面带领着我们的工作、家庭、事业各方面，让我们由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第二天的在线聆听圣经的直播节目。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同时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如果你从 YouTube 上面收听到我们这个节目，或者看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你愿意参加我们的直播节目，就在下方有一个链接，你报名来参加。我们每天早上的8点会在线上与弟兄姊妹们见面。那我们做这样一个节目呢，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养成一个读经聆听圣经的习惯，希望通过这个40天的直播节目，我们大家彼此可以互勉，我们可以养成每天来读圣经看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习惯。好，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希望我们可以